首先接上气，接上气就是气开关，往前推着开，然后气压的范围是0.2到0.6，现在显示0.4，然后是电源220伏。然后这是开关，接上点开机，开机完了以后，这个是点加热开，长按以后它那个温度会一直往上走，这个是调速度，速度加减，然后设定温度，现在280，你可以设成240。左脚点一下下降，然后踩右脚往前走，踩的半中间可以右脚随时停下来调整一下方向，走的过程中点左脚剪断。下来一边剪，我就是只拍脚没来剪脚，我得到这边。